先用我的这个助理先教几招，然后呢，我再一点点教他，好吧？我怕伤到他。然后呢，我教几个简单的一个自卫术，好吧？防身术，大家可要看仔细了啊！别人抓住你的这个胸口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我教大家一招很简单的攻防一体。哇！速度非常的快。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呢，你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训练，很简单的啊。大家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的那个，岳家军，有没有我的忠粉有有有哪里哪里哪里，全是忠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就知道我创造了一种功夫叫十二路截击手，其实这就是里面的一招。平时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这么练。你看它的发力是很有意思的。首先是这个样，然后呢扭动腰，然后在这样，但是呢快起来就是一体。好了，下面我们的观众，给他浑身在发抖。后面眼镜要不要拿掉？后面的，后面眼镜。哦，还好吧。感觉我们这位观众真的是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呢，你做起来是很快。然后有一个扭腰的动作，然后平时的时候呢，在家里大家可以就这么练，当然有人会把你送到医院里去，但是不建议找没有人的地方练啊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我再教大家几招别的。好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，换一个。当别人两只手抓你的时候啊，我教大家三招，好吧？一招呢就是从里边的。哇！它其实都是在脱离的时候呢，攻击您的要害，大家有点残忍。另一招呢，就是从外面打击打。还有一招呢，就是旋转的，这一招很有意思的，你看。所以说他会在迅速这一段呢，他是通过你快速的让他的双臂自我交叉，让他失去这种身体的平衡和保护能力。接着呢，力度和速度，其实呢，就是我教你们这几招，你们都可以回去在生活中慢慢练。其实功夫都是融入到生活里面的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请入座，掌声交给我们的导演。一种呢是别人两只手抓住你的。看到了没有？太快了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教一个吧。我们穿黑衣服的小哥最怕听到"再来一遍"。这个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这算防狼术。我把刚才那个教一下啊，两个人抓着你，然后呢，你90度去破坏他的压低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掌声。现场的朋友们把手机准备好，小视频打开，我们3、2、1开始好吗？太快了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先拍一个一只手的啊。好的，准备好。3、2、1开始。再来一个两只手的，好吧？好，看，如果两只手抓你肩膀，看到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
行，我慢慢解读一下啊，教大家三招，好吧？当别人抓住你肩膀的时候呢，我先讲讲这是什么功夫啊？还有没有我的忠粉？如果有，都是你的忠粉。我小名叫什么呀？松松松松。松松实在不敢当，我妈都没这么叫我。小月小月月。那个，这是十二路接机手啊。十二路接机手里边，我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对付双手的，好吧？我先教一下单手的啊。其实这个动作呢很简单，平时你们可以练，它是一个攻防一体。哦。就平时你们就可以这么练。很多时候的这种自卫术呢，勾拳，大家都会说，哎，一是怎么样，第二是怎么样？但是在真正的格斗当中是很快的，瞬息万变，所以最好的武术就是攻防一体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这两个力可以是相互借用的。首先你要这样，靠扭腰转胯，然后将这个力量带下来。如果说对方很强的话，左手，左手，然后右手一个勾拳，然后再蓄势。当然这种快乐呢就这样。下巴是人。是人最脆弱的，如果你打一下基本上这个人就可以解决了。两个手也是这个有三种方式啊，也是 一种呢是从外从里，好吧？然后呢一种呢是从外，那我刚才表演那个呢是最难的，也是力量最强的，它是90度的旋转，看到没有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叫然后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就是扭曲在一起，失去身体的平衡，然后你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打他脸也好，打他的喉咙也好。我再给大家再做一个啊，如果你们再看不到，可以再演练吗？我们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这第一个啊，哇塞，这是在里面。这第二个。这个就是挨打，刚才第一枪打到了，我看见了，可以觉得打到了。好的，感谢叶导，感谢我们的武行，谢谢。